漂亮，感动人的时刻到了。嗯，容我说一句，来，你长得好像我阿姐哦，阿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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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每周一到周五晚间八点，东森超市华视。阿姐，强行。我想，我们阿姐懵了。阿姐，录影录久了都知道，这个沉默是很重要的。比较好。哎，两个人准备要好好来角逐一下今天的我们的最后的大奖了。好的。各有自己的三十秒钟，这是你们自己答题的机会。是。但是，里面会有奖金的金额，是你觉得可以让你稳操胜券的。嗯。保留两次，来，拼了！八玉现在是五万领先的人，先答后答。我先，我后答。张瑞佳准备，请出题。青红皂白的皂是黑色还是藏青色？藏青色。皂是藏青色吗？请揭晓。哎呀呀！前面已经有青了，怎么还在藏青呢？换边发球，请出题。请问猪跟牛哪一个动物不能够仰望天空？我吗？快！哦，猪。你多浪费了两秒。猪。我说猪跟牛哪个不能仰望天空？然后他回答我吗？你不能仰望天空，你不能仰望天空，这件事情没几个人知道吧？对，我都是这样走路的。猪。我猜是。请揭晓。当然是猪，因为猪只会顶。他不会抬头，来，请选择。我选择八楼之三。不妙。我说张瑞佳不妙，因为第一题就没有答对，不妙。八楼之三，一万五。收不收？保留。保留吗？平均了，已经在一个平均值了。对，我接下来再一个，如果高过一万五，我再保留就好了，我就稳稳了。他就追不上，对吧？嗯，对。哎呦，张瑞佳，你必须答对。八玉，嗯，请不要影响我的当事人。二零，请出下一题。请问拔河跟大胃王比赛哪一个曾经是奥运项目？大胃王，你看过啊？拔河目前还没有奥运项目。哎呦，请揭晓。斩钉截铁，你看，不是，他怎么可能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？不是，因为我是拔河国手啊，对，他也是拔河国手。只有世界杯没有奥运吗？哦，曾经，曾经有，曾经 OK。大胃王拿来比赛，他做节目都已经勉强来拿来比赛了。八玉准备，请出现。你有机会。请问彰化和屏东哪一个城市台湾高铁未设立停靠站？屏东。请揭晓。那屏东不是已经规划了吗？这还没有啊，还没有设置啊。哦，是规划还没设置是不是？来，请选择。我选择六楼之一。不妙，不妙。我说张瑞佳不妙。对，我说我不妙。你应该是没什么机会了。一万三千五，收不收？哇，先不收。来，快，张瑞佳准备，请出，谢礼。请问台语蜜婆是指蝙蝠还是蚱蜢？蝙蝠。哎呦，你怎么知道？厉害哎！你真的会讲台语？蚱蜢是那个超妹啊，是不是？蜜婆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请揭晓。当然是，没问题。来，请选择，一定要选到两万五以上，两万五就好玩喽。祝福你。八楼之一。八楼之一，准备开箱。一万三，要不要留啊？要不要？你刚保留过没有？没有嘛？哈，没有。十三秒也大概就两题，要不要先缩短差距还是怎么样？好啊，要不然你没什么机会。对对对对，后面两题再错一题就没机会了。嗯，四万五，这么差刚好差两万。八玉再答对，估计你应该就被打趴了。来，八玉，请。复古零嘴大猪公，其实是用鱼浆还是木薯粉做的？鱼浆。鱼浆就答对了，来，请揭晓。非常好，来，他在选到你玩，来，我选七楼之五。七楼之五，打趴他，准备开箱。嗯，哇塞，一万二，
我不要，我要再拼一个。你忙你的，张瑞佳准备，请出题。请问英文单字 penguins 是指包含所有字母的句子，还是全是母音的句子？包含所有字母的句子。包含所有字母的句子，请揭晓。真的知道哎，你好厉害哦！我哇厉害，我要拼了，三秒来哦！拼了拼了拼了！你现在没有超过20000，等于就输了。所以好，请选择。六楼之山。六楼之山会有超过20000的吗？刺激哦，当然有。准备开箱。有吧？怎么了？啊！你看到了吗？啊！哎呀！哎呀！只能要，请收，因为没有时间。对，现在八月看能不能再多增加一点业外收入。如果我得到奖品，我也可以分给大家。你忙你的，我又忙我的。请出最后一题。包包用的干性保丽龙是可回收还是一般垃圾？可回收。可回收吗？请揭晓。哎呦，我有在丢垃圾的。你有在分类？我有在分类。对，请选择。我选择六楼之六。六楼之六，准备开箱。满了。哇！啊！少500，加500，加11500，加一起。还有啊？奖品差不了太多，没有啊。76500元，恭喜获胜。谢谢阿健。让我们送给八玉什么礼物啊？好，我们送给八玉两项大奖。第一个是慕言流 H 会馆 SPA 双人行，专为讲究重视品味九江森打造的一个精致整体 SPA 体验，身上身心每一个角落，深深疗愈的殿堂，尽情享受丰富健康的心灵之美。另外一个是塔尼塔12合一蓝牙8.4体组成器，可以测量你的体脂率、肌肉量、身体年龄等12项的数值，针对4肢个别呈现的肌肉跟脂肪的指数，透过蓝牙连接手机，独家的肌肉品质测量，精准剖析你的肌肉状态。你在忙什么到底？好了，他们今天呢，特别是整个剧组来我们的这个财富大楼拍戏啊，来做宣传。为什么观众不容错过的原因？好不好？来，从最左边开始。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优质的8点档，然后里面的演员非常的卡斯非常强。来，我。哎 ，Jesse， 卡众星云集，然后Pinky 是雄关的八点档就管了，八点档，8点档，听到我八个音，8点档。好，这是我第一次在里面演鸡桶，然后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个角色。哎呦，来，请问一，好，我就代表那个我们木工修复师这出戏的一个中心的理念，就是东西坏了可以修复，那情感坏了可以弥补，但还能够回到最初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吗？哦，一真，你刚刚把我的话讲完。最新的精致八两大戏跟你看的完全不一样。啊，怀玉，这出剧呢讲的是关于遗憾，人生有太多不可避免的遗憾，但是如果你看了阿叔，你的人生保证会少一个遗憾。所以10月11号开始，每周一到周五晚间8点，除了华视频道，还有东森超视频道。是的，也欣赏这个呢非常精彩、撼动人心的阿健，给他们支持啊！谢谢，欢迎收看阿健。你们要叫要带点喜悦，你叫还有人溺水一样。好了，知识就是财富，请努力增加你的智慧，累积你的财富筹码，打开金库的致富筹码，致富密码就在周一到周四晚间9点，全民新攻略，拜拜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全新赛事带你一起长知识，用你的智慧解锁财富大楼，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，全新攻略快点来订阅。